中部南华山和深觉山山路立着一栋木造山屋，每到黄昏，阳光洒在山屋上，照得金光灿烂，让它在广袤辽阔的山林里展现出一种普度众生的宗教光泽，让每一位踏上能高月岭古道的山友都能获得身心的救赎。但是在天池山庄服务了二十几年的庄主才知道这里曾经的故事，有的沧桑久远，有的生死哀怨，听了既让人鼻酸，又忍不住寒意阵阵。我们准备从天池山庄出发，寻访一条从未造访的古道旧路，无奈凤凰台风来袭，准备由南往北纵走中央山脉，我们被迫下山，风雨之后山区暂时封闭， MIT 台湾志专案申请重返古道，成了山径上唯一的队伍，大概是少了游客干扰，又或者风雨过后生物活跃，好几种我们不常见到的稀有动物都在我们的镜头前出现，昂碎欧朵般的凤蝶，还有节目第一次拍摄到的特有种山椒鱼，让我们准备从屯垣走到天池不摸黑的计划肯定破功。能高月岭古道乐趣无穷，每一次走都有新的发现，而这一次我们将越过一座座的高山，有更多的惊喜在前方等着。从东台湾涌上的黑色巨龙一直在能高山上盘旋，身影变幻，却一点都没有离开的意思。听了气象，我们才知道它不是黑龙，而是黑凤凰。这是民国103年9月22号发布的第16号台风凤凰。这只凤凰来的不是时候，无论是从高雄新竹台北来，登能高安东军的，走古道月岭到花莲的山友，原本还把乌云当风景欣赏，现在都知现实是残酷的，全都乖乖撤离。奇怪的是，他们心情都很好，笑着说山没爬成，遇见 MIT 台湾志拍摄团队收获更大。经大家这么一说，我们的心情也晴朗了不少。能高旧路出探，凤凰来仪，山友热情，台风带来的乌云并未影响我们的心情。谢谢，来，高先生，好，那祝你们一路顺风，好，平安，好，队长，谢谢，祝你们一路平安，一路顺风啊，谢谢，下去很快啊，那个路很好走，是，安全第一了哈，好，来，谢谢，好了，慢走，哎 ，OK， 谢谢，哎，慢走，谢谢，你好，兰姐，谢，拜拜。哇，这个麦哥谢谢，麦哥谢谢，慢慢走啊，后会有期啊，后会有期，谢谢 MIT 台湾志，谢谢有缘再相见，拜拜，你好，谢谢，你好，谢谢麦哥，年轻人加油啦，谢谢，赞，一路平安，来，赞，赞哈，拜拜，叫麦哥出来算总统，你就赞了。登山队友都一一的下山了，刚刚从新竹来的登山队下山，那这一队是从高雄来的，那两队反而是要去攀登能高安东军哦，因为天气的关系，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现在的观念都不错，也不要勉强哦，这样硬去登山，那大家都也是蛮高兴的下山了哦，那整个天池山庄就剩下我们了，那我们待会呢把这边好好的拍摄一下，因为天气现在还可以，那我们也是要再走能高月岭到西段下山了，下次再上来。麦哥好像山庄主人，一一送山友离去，其实李庄主才是藏镜人，基于职责，台风警报一发布，他就得请游客下山，
我们也不例外。向导更失落，原本汗马要借机教育后辈，培养新一代的登山协作，可惜未能如愿。虽然说山永远都在，但是台风过后会发生什么变化，谁都没把握。就像天池山庄历尽风雨，也早就不是当年面貌。老祖，还是整个山庄啊，突然间变得很宁静、很安静了、啊。因为早上的时候，哇，很多队伍在这的时候还很热闹啊。是的，因为我们刚刚那个无线电发来的信息，就是今天以前就要把山友都赶下山，因为台风的缘故。对啊，啊，那个正一他要很负责任啊，要把所有的人都要带下山。对，没错。那最后一批就要带我们下山嘛。啊，是的。所以我们下山之前呢，还是要把这个环境、这个天池山庄过去的能高住宅所好好介绍一下一些典故。对，因为我们下次还会继续来、再从这里再出发、那我们就可以再省一点时间了、对，哇、你跟这边应该是非常有感情啊。对，因为在这边待了25年了。25年呢，哇，这很长的时间，我的岁月都花在这里，青春岁月都在天池山庄。是的，所以至少你也看过这25年来的一个变化嘛，哦。啊，对。刚来的时候这边是什么样子？25年前来这边值班，那个时候是旧的商屋，在更早期30年前我过来这边的时候是有一个台电的住宅所在这边。就跟银海那边的住宅所类似的，哦，就是台电的保线所，它的样式啊，跟现在云海保线所差不多，就是那种木板的，黑黑的木板啊，对，类似。之后天池台电保线所就烧掉了，啊，烧掉以后，林务局为了要服务一些登山客，林务局就盖了山屋。哦，就是后来这边登山都会住的，外皮是有点铁皮的那个山屋嘛，所以那个也维持了很久啊，维持很久。对对，所以那时候很多登山客来这边爬这边的山岳啊，都是会一定会来这边住宿嘛，当做一个前进基地。哦，不过这两年来哇，这变化就很大了，在盖这个山屋就很棒了哦。我们在这边最主要服务山友，就是做一些医疗上的急救。因为我们在这边一到冬天或者是下大雨的时候，常常有登山客就是失温还有高山症的症状，然后我们这些都要去做处理，所以就有一些医疗啊急救的设备这样子。我在山区有时候也会发生一些类似山难这样的事情，听说你们也都是要马上就去救援哈。哎，没错。然后只要是在能高主峰或者是在卡罗罗断崖那边发生一些事故，或者是腿断掉啊，或者是有些人一掉到悬崖底下，这样可能就是没有呼吸了，这样那我们就是要常常就是要去背人的工作。哦，所以你们还就是有一些罹难的人，你们还要把他背上来，哇，那很辛苦哎，坠落到断崖下面，自己爬都很累了，何况要背一个人上来，一定要这样子做。所以我这边有看到有一些这种救难的器材，有攀登的器材，像绳索啊这种设备，这边都有放在这边嘛。哎，那个都是必需品，就像有一次在10K 那边，10K 那边有去年的事情，就是骑脚踏车上来。啊，结果脚踏车就这样子冲到些障碍底下，人就已经就罹难了。往生了。往生了。然后我们就是一推的要用一些攀岩的装备来处理的。这样子哈，所以正一他们是很热心啊，除了在这边照顾山友的生活起居，还要负责这个娱乐。我很唱歌真的很好听，你们兄弟俩对又会弹又会唱，哇，那山友来的人都很快乐，又非常的热心公益，还要常常去救难。尤其像能高这条连峰没有什么山屋嘛，所以有时候常常会发生一些山难，或者说卡罗的断崖那边是比较危险，所以他们兄弟俩都是热心公益啊，然后这个尽忠职守在这个天池山庄啊。你看从过去的铁皮屋，那到现在算比较豪华的一个山庄了啊。不过你阿公那时候也不错哎，我最近有带了一些照片，像这边解说牌都有。你看你们阿公那个年代啊，最早期这个天池山庄这边是那时候是住宅所嘛，哈，对，没错，能高住宅所，哇，那时候的房舍也是很漂亮哎，所以人家就称能高御殿，能高御殿哦，那时候来这边登山健行的也是会住这个地方，块木做的嘛，全部都是用块木。其实现在我看这个山庄的造型也有一点像过去的那个造型，像那
这个部分啊，破风那个部分，就是屋顶那个两边哈，这跟过去的能高御殿也有一点像，有一些是仿它的做法，就是有复古复古的感觉。不过它现在就是比较现代化了哦。那真看它一张，哇，哦，这就坐在大门口的，这边还要写能高警察官吏住宅所哦。啊，很多人坐在这边拍一张大合照，跟现在一样哦。哦，那这张就漂亮了，这张应该是一个风景明信片，所以是彩色的。那这是从住宅所后面往能高山的方向拍哦，所以可以看到尖尖的能高山，而且都积雪，包含甘卓万群峰也都积雪，而且这个住宅所屋顶啊，哦，积着厚厚的白雪，这感觉是特别的漂亮啊。那这个照片啊，为什么？这个照片也是我二十几年前。这个照片也是我提供出来的。哦，这张是你二十几年前提供出来的。这些照片都是我提供出来的。二十年前有一对日本父子来到这边，来到我们天池山庄来。嗯哼。啊，好像就是为了要祭拜一些他的祖先曾经在这边做过警察。哦。然后他就又把这些照片再给我，送给我。哦，这样子，所以就把它提供出来。那时候他们父子来这边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在雾社事件的时候，他爸爸那时候是在这边做警察，也可能就是雾社事件那时候是那时候的罹难者的一个警察。所以他父亲是在雾社事件那时候殉职了。对，没错。哦，没错，那时候雾社事件整个能高越古道，尤其西段这几个住宅所全部几乎都被攻击，然后都被放火烧掉了。没错，对，而且大部分的警察还有眷属啊，很多都被杀了，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他们那对父子才会来到这边祭拜，然后就在这边讲一些他父亲的一些典故。哦，所以带了这张照片这样子。所以就是带这些照片了。要带一些照片，他旧时的照片这样子，就给了很多照片，然后丢到我那边了。哦，这样子，所以就把它提供出来，可以让大家看看过去住宅所的样子。哎，对。哇，那后面这边，哦，那就是以前保健所的那个样子嘛，哈。天池保健所。这个木头的，哦，这个烧掉了。烧掉以后。烧掉以后。哇，这个时空一直变化，这个建筑物哦一直在变化，可是就是功能性都差不多了，都是往来这个健行的人，后来跟工作人都是以天池山庄这边为一个据点，对，一个基准点，前进基地这样。对。不过我觉得正义在这边工作真的是最适合的啊，不管说他工作的职务也好，我觉得是有一份那种感情啊，因为等于是你的阿公以前就是在这边工作嘛，他那个时候在这边工作大概要做些什么事情啊？他大概是18岁的时候就被征召到这里工作，然后他在这边的工作环境就是要整理步道，还有附送一些柴米油盐，日常用品。我就在这个警察住宅所这边，对，我就负责一些道路的维护，对，就让它畅通啊，清洁这方面，对。那也有会运送一些生活必需品这样子，对，没错。所以我觉得像你们兄弟啊，在这边工作是最适合的。因为就族群来讲，你们就是赛德克族嘛。哎，对。那过去整个这个能高越古道这附近山区，都得是你们的活动的一个领域嘛。也很熟，对这个区块也很熟。对啊，而且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所以就说你们在那工作最适合。然后第二个就是传承的感觉，有这个意味在，因为在这边工作最主要就是让登山客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他们才可以爬到山脚点啊。哦，这样子哈，好，我们支持正义，支持你，谢谢，好好，谢谢，真是谢谢你啊。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去完成能高旧道的记录，不过我们还会再来，一定要来，那再麻烦你了啊，不会不会，再麻烦你了，就等着你们来，好，谢谢谢谢谢谢。除了那些繁琐的行前准备得再来一次，走能高古道永远是愉快的。而且每一次都会有新收获。这次我们找到两座以前没看过的住宅所，又听了李庄主关于天池山庄的新故事，对山庄前的这株雾社山樱也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据李庄主说，这株雾社山樱是二代木，一代木在1930年代就已经颇为巨大。雾社事件发生时，许多日警被袭杀，他们的眷属就在雾社樱一代木上吊颈自缢。知情者见到这株树每年稀稀落落地开着白花，都会感叹。
这树似乎满怀幽怨，有一股难掩的哀伤。其实一代木早已枯朽颓倒，被李庄主掩埋。我们也期待历史不可以遗忘，但恩怨不必代代相传。卡罗楼断崖位在中央山脉北三段主脊，奇莱主峰与南峰间，是中央山脉大纵走或奇莱连峰登山行程必须经过的危险路段。这段棱脊窄瘦连绵，岩石破碎，两侧山势陡降，绝壁千仞，更有一座海拔3385公尺的卡罗楼山，棱脊起伏连绵数公里长，攀越既辛苦又危险。过去曾有卡西、卡东、里山等山屋供山友利用，目前已全数毁损。想越过卡罗楼的山友需做好万全准备，切莫冒险进入。再见了，拜拜。下次你们来的时候还是有台风的。被台风赶下山了。晋中值守的李庄主压着我们这一批最后的登山者一起下山，我们走得心不甘情不愿，他同样走得很哀怨。我们多年不见，好不容易由他策划带着我们前去探访能高旧道，台风一来全乱了套，下次得等到大家时间方便，老天也愿意配合，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虽然迫不得已，但回程并不无聊。三叠瀑布、吊桥、铁山挺拔、梅花草成片开放，昨晚摸黑错过的风景都还在原地等着我们。这种小花喜欢在潮湿的高海拔地带生长，是花期比较晚的高山花卉。以前在山上看见梅花草开花，就知道差不多该准备过冬了。能高越岭的冬天常常有下雪的机会，希望我们再访能高旧道不会拖到雪季来临。我们为了躲避台风匆匆下山，但是这一路完全没有台风的气氛，越往西走就连那条盘踞能高主峰的黑凤凰都不见了，甚至几次走能高都没能在彩虹瀑布见到的彩虹这次也出现了。这种天气下山还真是不甘心啊。云海保线所，我回来了。现在时间是5:30，那我们今天从天池山庄啊，这一路就没什么拍摄了啊，这一路走过来，啊，我看这天气也是真的很诡异啊。我们早上起来那天气真是有风云变色的感觉，可是走在这路上啊，又感觉回光返照啊，整个又晴空万里，还有蓝天呢。对，我就可以感觉到台湾东部有这些水汽一直涌过来，那现在还有夕阳的光，天气都还蛮好的，不过也不错。再度回到云海保线所，再看一下夕阳光下的云海保线所。好，下一站屯园。这段路我们走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在古道上看到浮云落日，然后摸黑经过浮云宫才到云海保线所。这次见到浮云宫，突然有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感觉。接着过吊桥的时候，阮姐突然说好像是第一次天亮的时候过这条桥，大家恍然大悟，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妙感觉由何而来。我们像录影带倒带一样回到屯园。终于到了，现在时间是7:30，再过一个小时就会发布路上台风警报了。还好我们已经下山了，不过你看我们一下到山下的时候已经被封锁在里面了，在登山口这边已经拉起封锁线了，然后这边写请勿靠近哦，表示现在已经封山了。
所以我们在山上的人都赶快撤下来。不过现在其实在能高联峰那边哦，还有两队登山队啊，他们可能就要很注意啊。那也希望他们平安能够找到安全的避风处哦。OK， 那终于到了。哎呦！哎，哎，到了啊！辛苦了，夜深人忙啊！王茂全到了吗？到了！每次下山见到王茂全大哥的车，都有种终于重返文明的感觉。这次却觉得任务没达成，还有点意犹未尽。在那个当下，心底隐隐不安。现在想起来，应该是每次我们被台风赶下山，那次的台风通常会造成大灾害。5年前把我们从南湖赶下山的莫拉克台风是其中之一。经过庐山部落，一副风雨将至的姿态，所幸凤凰虚晃一招，没造成什么灾害。不少人还捡到一天台风假。几天之后，一个隐约透出蓝天的日子，大关舅迫不及待展开潮湿到快发霉的一双翅膀，出来见见阳光。我们也出发了。台湾中部的天空晴朗透亮，通往屯垣的产业道路似乎也都没问题。看来台风并没有造成灾情，也希望古道无恙。而我们将探访的旧道在原地静静等着我们。要重新料理啊，重新处理，重新准备啊。那上次是差不多一个礼拜前撤退的，所以有些食物是已经做成半成品了，所以回去都把它消化光了，就还是要一样重新整理这些食物。那装备呢也是一样，要重新调整一下，所以还是很多啊。看到没有？上次在走能高月的时候才说8月份都没台风，结果9月份台风就来赶进度啊。来一个海鸥，然后又飞来一只凤凰，那凤凰飞走了，今天又听到说又有一个台风形成叫北冕，但是目前离台湾还有3000多公里哦，然后方向是朝日本去，所以在这几天应该原则上是没有问题吧，而且应该是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个气象一定没问题，预告是说是往日本去啊，不过上次凤凰也是说没问题啊，也是说很远，就忽然间。他就是来了一个90度大转弯，直接就进台北，整个台湾的作息哦都乱掉了。凤凰本来要中央山脉大纵走，后来是走海岸线，对对，乱飞啊！啊，所以我们除了装备重整之外，其实这次人员少部分也有换了嘛，哈，因为时间没有办法敲拢，像司机大哥啊，王茂全今天就没办法来，今天是陈大哥，哎哎。好，今天谢谢你啊，不客气不客气，应该应该。像你平常也都是带很多登山客在台湾四处跑嘛？白也爬完了，两人去过就爬完了。后来老婆不给我带登山客，不给我带这领队了，我就没有带，差不多6年没带了。哦，哇，那陈大哥很厉害嘞，没有了，完成百越了，哇，那你不是用兵啊？没有了，那一段时间有兴趣，体力可以的，我喜欢运动了。他现在没有在爬山，我还是在跑操场，不要给他衰退下来。但是还是都跟山都有关系的，他带着登山客，对，也是到处跑嘛。当天来回我都会上去。好啊，那我们把装备整理好，整装再出发。7.5，7.5。阿妈，哎，啊，好久不看是吧？对，好久不看。好久不看，不会啦，也才几天而已了啊。因为台风的因素，所以我们又重新开始。那大部分都是老班底啊，像小田啊，还有小福，哎。还有约翰，哎，打个招呼。对啊，不过这次有一个新生到了啊，猎人，哎，哎，好久不见了。猎人很幽默啊，就要麻烦你了，麻烦你照顾。那我会成为蓝教官的接班人了。哎，有，哎，啊，对对对，今天就是蓝教官没有来，因为蓝教官家里有一点事情啊，所以今天接班人来了，就是猎人。
代替他的班。那这次就靠你了，正在酝酿当中啊。好了，加油了。那我们今天要走的路程比上一次还要远，一天就要到达天池山庄。这间行程是比较长，也会比较累一点。今天行程大概是13公里多，因为凤凰经过的时候还是下了蛮多的雨啊，所以我们在经过崩塌地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啊，所以大家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猎人出场了，他背负重物，还身负蓝教官接班人的重责大任，果然不负众望，颇有强势接班的态势。悍马则是劳心劳力，沿途教育新一辈登山协作。极少缺席的蓝教官这次成了模仿谈笑的对象。妙的是，那么多蓝教官上身的队员中，最传神的竟然是麦哥。能高灰木又叫能高山矾，分布在台湾2700公尺到3200公尺高海拔山区的特有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也是台湾海拔最高的灰木科植物，仅分布在合欢山、云海及宜兰太平山一带山区或草生地，呈不连续分布，开花时一束雪白，十分壮观。由于生长地人烟稀少，没有采集压力，并无灭绝之余。听到轰隆隆的声音哦，表示前面的道路有点状况啊。因为台风过后，毕竟有下雨了，所以在这崩塌地有多少会有一些落石啊、崩塌。前面可以看到三位开路先锋啊，正一还有青雄，他们兄弟开着小型的挖土机哦，把一些崩塌的路清掉。那后面比较小的就用人工再把它铲平。啊，他们都是林务局的人员，所以风灾过后他们都要来检查，那看道路有没有状况，做一个维护。我们现在就来走过去。小心走。小心走。哦，这个是新崩塌的，上礼拜来走的时候啊，路还很宽啊，那这个是又新摊的一个小摊方，所以我们要真的很小心哈、哦，有些路还是都摊掉了啊、哦，小心了、哦、后面的，小心哦，看一下有没有落石啊。由于路况差。出发时的能高月还在封山的状态，我们专案申请由林务局人员陪同才能进入。很多山友以为 MIT 台湾志能到的地方一般人就能去，却不了解我们的成员登山经验丰富，有专业人士带领，也一定经过申请，请大家比照办理再入山。也许是因为封山人类干扰少，平常不太露面的生物都出来了。这两只树凤蝶哦，已经进入了忘我的状态哦，它们正在繁衍它们下一代的生命。那树凤蝶呢，体型还蛮大的，非常的漂亮哦。那在能高月古道，我们其实之前走进来哦，还有这次走进来都可以看到树凤蝶在那边飞翔，那还有大红轮凤蝶。那树凤蝶最漂亮就是它的后翅的部分，是一大块粉红色。那上面有黑色的斑点，感觉穿上一个粉红色的裙子一样哦，两只都有，但这样看呢，看不出哪只是公的，是母的，不过一定是一只公一只母。那身体的话就非常的鲜红哦，它身体毛茸茸的，非常的艳红，翅膀前面前翅的话是黑色，
它打开的话，翅膀非常的大，有点像宽尾凤蝶哦。那只是说它的尾突没有像宽尾凤蝶那么突出。不过苏凤蝶它整个造型颜色也都非常漂亮。那这两只正在交尾的苏凤蝶哦，感觉它翅膀还很新鲜的，就是还没整个干湿湿的，不知道是说刚羽化还是说有淋过雨啊，湿湿还有点皱皱的，可能就是刚羽化就被公的抓到了，所以它们的翅膀还有点皱皱的，很新鲜哦。整个能高越岭道不但有丰富的历史，也有丰富的生态哦。苏凤蝶交尾，好好，不打扰它了。树凤蝶又叫无尾红纹凤蝶，雌雄都没有尾突，是台湾特有的高山凤蝶。它的卵和幼虫演化出特殊的抗寒机制，得以度过高山上的冬天。成虫则生命周期短，无法度冬，难怪它们才刚刚羽化就忙着交尾，赶着完成人生大事。这个季节的中海拔也花不少，其中某古鸮，那几乎是蝴蝶世界最大众化的蜜源植物。现在采蜜的这只是大红纹凤蝶。台风过境后，不知道是因为少了游客，还是风雨过后要出门觅食，出现不少野生动物，甚至我们一直想拍摄的鹪鹧都出现了。这次在走能高越岭道啊，本来是说要赶一点路啊，不过之前遇到了树凤蝶，那现在又被这很可爱的山中小精灵给耽搁了哦，忍不住一定要停下来看一下，因为是非常难得的哦。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山鲛鱼哦，那在能高这个地区应该是台湾山鲛鱼。那目前台湾发现的有五种山鲛鱼，像在比较中央山脉北边的南湖大山、南湖山区这地方是南湖山鲛鱼。那在合欢山区啊，中央山脉这边常会看到的是楚南是山鲛鱼，阿里山啊、玉山可以看到阿里山山鲛鱼哦。那在光雾那个地方可以看到光雾山鲛鱼。那今天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台湾山鲛鱼哦，这都是台湾特有种。那今天看到这台湾山鲛鱼的话，体型呢不是很大，感觉是比较瘦、比较小一点的，不像光雾山鲛鱼看起来肥肥胖胖的。台湾山鲛鱼就是有一点深咖啡色，上面有土黄色的斑纹，表皮非常的光滑，然后它的头啊感觉傻乎乎的。山鲛鱼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一般它生存的环境呢就是在像我身后有一条小溪流这种比较潮湿的环境，那常常会躲藏在这种像石头啊或者木头的里面。研究人员来的话，他们会翻这个石头啊，那就会看到这山鲛鱼非常可爱。那山鲛鱼它是来自于遥远的冰河年代啊，在冰河时期从亚洲北方像西伯利亚、中国大陆、日本这个地方慢慢冰河时期来到台湾，所以台湾几乎可以说是最南线啊。那因为冰河退却了，气温上升，所以山鲛鱼慢慢就是一样跟我们一样爬山哦，爬到海拔比较高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话气候比较寒冷，那就在这边待下来了。那因为台湾的高山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们一直演化一直变异哦，所以现在的台湾山鲛鱼发现到五种，那我们剩两种还没拍到，一个是南湖山鲛鱼，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台湾山鲛鱼。那这次蛮幸运的哦，走能高越岭道看到台湾山鲛鱼了。那我想之前凤凰台风撤退哦，这次让我们进来可能老天有安排哦，终于看到台湾山鲛鱼。这是我们拍摄到的第四种山鲛鱼，要不是同行的林务局同仁认为天气刚好、环境合适，特别去翻了翻石头才找到。山鲛鱼这类动物不会随便在路边爬呀爬的让你看到，大家正高兴拍摄到特别的东西，意外发现一个新的木炭窑。同行的李庄主告诉我们，这是尾上住在所的木炭窑，也就是今天的云海保线所。木炭窑十分完整，地上一指光洁的陶罐，据说是日据时代原物。我们不能再多停留研究，照这种走法，天黑都到不了云海，更别说我们的目标是天池。
山椒鱼是两栖纲有尾目隐鳃尼亚目动物的总称，并不是真的鱼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3亿年，是冰河结遗的活化石生物。除了美洲大鲵之外，其余的山椒鱼都分布在亚洲，体型大到180公分，小到4-5公分长，一般都是20公分以下的小型两栖类，通常生活在水中或潮湿的森林树叶底下。晃晃过吊桥啊，终于不用摸黑到云海了。别人加油啊，有你教。大洞啊，这几天来还好，今天来整个又瘫掉了。这条路真的是太容易塌方了，每次下雨啊、台风啊就要封路，这个地质太不稳定了。那林务局的人也很辛苦，下过雨就要赶快检查，检查有塌方什么就要赶快整理，真的很辛苦。啊，小心一点。再见。整条古道除了清理道路的人，就是我们这支队伍。李庄主不必招呼山友，可以照看修路状况，还可以陪我们走一段。我们差一点就产生长官视察路况的虚荣。要不是今天路程长，还真想走慢一点，感受这种独享山境的尊荣。加油！加油！起雾了。哇，好凉快哦！我们已经赶上上一次的进度了，上次是在前面比较空旷的地方拍那个夕阳西下，还有拍到整个彩霞啊，这样倒映上的天空哦，整个云层非常漂亮。那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个瀑布，是彩虹瀑布啊。为什么会说它是彩虹瀑布？只要走到这个瀑布下面，如果刚好有太阳出来的时候啊，那光刚好照射过来，会有水汽反映出小小的彩虹，可是很漂亮。那这个瀑布呢，非常的清幽，它的水量不大，可是旁边长满的绿色植物，看起来非常的清秀。来到这边要多深呼吸几口啊，呼吸这个负离子哦，还有森林的芬多精，是全身舒畅，精神百倍哦。那我们现在的海拔高度有将近2700公尺哦。那边看到的森林就是台湾雪山了。那上次走到这边的时候都已经在摸黑了。那这段大概都是雪山林，一直会到能高吊桥那个地方，然后就到天池山庄了。快到了，加油！彩虹瀑布除了晴天的时候出现彩虹，因为就在古道旁，还是山友补充水分、煮杯咖啡小坐一下的地方。麦哥刻意没提，实在是山泉泡茶、煮咖啡都美味，很怕自己和队友克制不住，一坐下来喝咖啡聊是非，好不容易大家都有不摸黑进天池的共识，一定破功，抵达的时间就没个底线了。不过秋天到了，天色暗得早，再怎么努力，天还是黑了。
到了，转个弯就到了，到了南华山下的天池山庄啊，能点到了。又到了山庄。哇，刚摸黑啊，现在时间是6:40左右啊，那我们大约走了8小时，所以今天进度还蛮不错的，赶上进度了，摸点小黑而已。那现在时序已经进入到24节气的秋分了。那进入到秋分，表示说白天跟晚上的长度差不多各半哦，也表示气温要慢慢变冷了哦。对，我们今天到天池山庄，一样就好好的休息一下。那明天就要走崭新的行程了。那向导们都已经到了，那我们也赶快进去休息了。好，恭喜恭喜，到了到了。每次到这边还是很高兴的。不过今天虽然是走重复的路啊，还是有一些收获，因为这一趟可能有看到上次没有记录到的，像树凤蝶啊、台湾山椒鱼，然后又看到了一个新的探窑，所以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哦。到喽，好，休息。雾社山樱又名雾社樱，蔷薇科莓属台湾固有植物，生长在台湾海拔1000到2100公尺的山地，落叶乔木，高度可达10多公尺，每年2到3月为花期，花色洁白无瑕是其特点，种子发芽率低，目前已有人工发芽促进法，有力推广栽植。再出发就要走这个新的路程了。那我们记得我们在中央山脉大纵走也是来到这边待了2天，也是都下雨，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唱了很多条歌，像三支组曲啊，哦，中央山脉的歌，然后把它收录起来，所以我们日后在走中央山脉的时候就有自己的音乐，自己的歌唱。那我们今天一样选了一首歌代表我们这次的心情啊，因为我们待会就要翻越中央山脉，没错啊，待会要上去，然后翻越中央山脉，就接到能高的旧的古道，旧古道，所以是一个崭新的路程啊，对啊，所以我们要翻越中央山脉呢，所以我们就选了一首歌叫做越过那一座山，一座山，越过那一座山，希望这一天能够顺利的越过那一座山，顺利的到达旧的古道，这样子好不好？